搜狐视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。李易峰笑容的不同打开方式：春晚笑、奥沙德笑、春晚笑。满意啊，满意啊，就是挺开心的嘛啊，然后希望，多传播了。首先，你得有我这样的五官和我这样的气质，然后再说笑的好不好看。就是有没有在对家里对着镜子，就是看一下自己笑容的弧度要怎么笑是最好看的？没有，那都是我觉得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情感情绪才会感染到别人嘛。我啊，是吗？喜剧能力是不是被低估了？也是可以，但是演喜剧跟你生活当中又不太一样。其实演喜剧很难很难很难的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要靠还是靠那个人设和剧本吧，嗯，台词什么的。那你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个抓马的人设，就是如果你是演一个喜剧的话。你得反着来吧，我肯定得演一个特傻的那种。你演过傻的，不要当不傻吗？一定是跟我自己反差特大的那种，我觉得应该特别二的那种。因为你已经寸头过，那可以光头吗？都可以啊，其实这个都无所谓了啊，只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，是吧？你不能说。你说你衡量一个人敬不敬业，你说我有拍一广告，你说非得剃光头，我觉得就没这必要了，是吧？你说那个角色啊什么的是可以的。就是喜欢言之有物，然后会有一些创意吧。嗯，逢年过节会有一些自己的设计是我们不知道的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逢年过节还要什么设计？没有了。你化妆师还爆料，就是说你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就是人家叫圆圆，你给他起了一个张圆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激动？就是你总觉得在开玩笑啊，就是感觉是小名嘛，圆圆，对吧？芳芳。那为什么张呢？不知道啊，就是随便，感觉这个好咬吧，这个字。张爷，是吧？你说他之外还给别人起外号了？也有，但是就确实不太方便讲。李易峰关于感情问题的推拉话术大赏。马上就过年了，就是亲戚朋友催婚的时候又到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新的避免催婚的小妙招呢？你就留在北京就好了，就不会跟他们见面了。妈妈呢？妈妈，不，她怎么会？她不会的。啊？是吗？对啊，为什么着急？她知道我是做这一行的。就不会啊。可是他一直都不着急吗？现在不着急，十年以后我是不知道了。反正现在是不着急。他着急，他为什么要着急呢？我比他着急，他是不着急。你终于着急了呀。我一直都很着急。那你的理想型标准又更新了吗？因为你每年都在变换。他有吗？你现在理想型用三个词形容。我现在理想型端庄、性感、贤惠、美丽、大方。硬标准啊，对啊，硬件指标，能吃能喝能睡，能吃能喝能睡。对，其实我喜欢的女孩子呢，我觉得孝顺，然后我有感觉就好了。每年都有新的变化，这次有什么新的吗？不知道，还是一样的呀。你再说几个，你感觉每次你都不太一样，然后你说的太具体，他们可能就会说是不是谈恋爱了，所以呢，理想型都会越来越具体。我之前说的什么？我之前不就是说的？腿要长嘛，对吧？之前有说吗？有。没有。其实缘分吧，就看啊。主要目标太大了，人太多了。作为一个易受精体质，那你是就是被吓到的那个？易受精体质。受到惊吓，你想到哪里去？不小心开车了。对，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，我一直在被吓到在里面。所以你是尖叫最响的那个人了？没有，还有别人。谁呢？能爆料他们吗？
还有谁？还有我经纪人啊。他也去了。他也去了。他怎么什么时候都在啊？他得去保护我呀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个粉丝就是吐槽他特别好笑，就说他能不能走在老板前面的时候帮老板挡个门？啊，是。到车里的时候不要吓他。那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没办法。这好像跟大家认识的你不是特别的一样。啊？认识的我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很聪明、反应快，然后很逗的人呢。哦，那可能每个人看一个人的角度的感受不一样吧。哪个安静的一面跟他在一起显现？累的时候啊。在那个浩尔就会录音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次，就是你在补那个中场戏的那个词，你补完以后你肚子叫了。嗯、哦，记得这个，我知道。能不能给大家重现一下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？我重现不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饿了嘛，因为一直在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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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叫，然后因为你不能有声音啊，你要配音啊，就很烦啊，因为我这个是我控制不了的，一直等他不叫了才开始配。嗯，懂了。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这个戏的哪个部分？有一些很热血的部分，我他发给我看过，我自己看了我还是会起鸡皮疙瘩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不一样的那个形象和我，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自己那样。嗯，那新春大姐忙到，你说一个就是你跟春节就是最有关联的一件事情。我参加春晚了呀。这次上春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呢？就还是非常的激动啊，因为春晚就是还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嘛，能够参加春晚都是我觉得是像是一种奖励一样。